哎呦，有支架就是不方便啊！哎呀，要开机了，喂谁？来了，放着我来，放着我来。我的妈呀！近日，一位化妆师晒出杨丽萍编辫子的视频，她自己编了几下就编不下去了，主要还是因为指甲太碍事，于是化妆师马上跑过来帮她。由于这段视频中杨丽萍罕见的没戴帽子，引起了网友热议，不少网友称这是第一次看到不戴帽子的杨丽萍，颜值非常高，完全不像62岁的样子。虽然没戴帽子，杨丽萍在太阳穴附近还是戴了两个装饰品。有网友称她这是为了挡住自己抱起的青筋。据范范了解，杨丽萍此前在公众场合摘下帽子后，让不少网友感到心疼，因为她长期控制饮食保持身材，导致太阳穴附近青筋暴起严重，对于爱美的她来说这点瑕疵很难接受，所以后来就带了各种装饰遮住那里。50年的舞蹈生涯，杨丽萍付出了太多，这也让她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艺术家。范范也希望她今后能一直在自己热爱的舞蹈行业发光发热。